我们再继续看哈，我们把这个功能表看一下，这边是图表设计，我们瞄一眼，刚刚这个说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左边这两个也介绍过了，看左边第一个新增图表的项目，来，我再把这答案先关闭再一次哦，选起来再做一次，插入原型图，做图表是太简单了，我一筛一错，快得不得了。民国77年我去当兵的时候，做一个图表可以做一个下午，以前是没有电脑时代。用手工做图表，所以这边拿着什么大的不是什么壁报纸，那么画线图颜色，一个图表搞个下午呢。那现在这样2分钟做完一个，删掉再做一个，再删掉做一个，对啊，哦，电脑可以让我们增加生产力，可是越来越忙，好像可能做事情越多。好，来，我们接着看这个哈，预设图表，我觉得你是有就觉得不合理，这边只告诉你颜色，它也不标东西出来呢。我觉得预设就不应该这样子，通常100%占有率。那当然，他也很贴心，帮你给你图表样式，对不对？也给你快速版面色彩。来，我们介绍左边这个新增图表项目。那图表项目呢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如果你旧版这地方不是蓝色，告诉你这个第一个图表标题哦，图表标题位置就在我们图表正上方，你看见吗？旧版的地方是橘色的，那这边是蓝色，没关系。那资料标签呢，在每个长条图上面这个一个点点一个点点这个，那这图例。老师，为什么这边灰色呢？因为这个原型图不支援这功能。原型图只有这三个：图表、标题、标签。来，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，点进来咯。点进来的时候呢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点进来这里。目前我现在点图表标题的箭头，右边这箭头。来，目前是哪一个？目前是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背景色，表示目前启动。图表标题出现在图表的上方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家伙了，听了。那你也可以选这个哦，选这个哦。那老师，我不知道图表标题哪一个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请你切换成没有，再切过来，再切没有，看看什么东西消失在显示。然后点一下哦，你看哦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图表标题，怎么办呢？移过来，没有，再移过来，有，没有，有，那你就知道了。金额那两个字就叫做图表标题。老师，我选第三个嘞，重叠，至终重叠，你看见吗？哦，没有，一般我们在判别这个功能，我不知道图表标题专业术语什么意思。当你把它设没有再出现就知道了。好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？我们不会用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水准资料金额的，应该说什么？这是我们的产品销售的统计图了，对不对？不会用金额当然可以加，但是会打更完整。怎么办呢？完掉手指按两下做修改，好了，点进来，点了就可以修改了。产品销售，统计金额哦，这样就看起来比较达意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哦，下一个叫做资料标签，你看见了吗？什么是资料标签？一样哦，当我点进来的时候呢，这边哦，这边就好几个呢，我也放大一下来看，给各位看清楚哦。预设目前，有看到这边有个灰色底。所以目前的资料标签目前是不显示，那这边可以搞，你可以把它设在中间哦。所以在四星的功能呢，选没有，选中间，选没有，选中间，那等下可以选其他的。来，我开始咯。好，资料标签预设没有，中间没有，中间你看见了吗？数字就出来，终点内侧，终点外侧，自动调整，图说文字，哦，图说文字是百分比。那其中上面这几个都是数字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，哦，这样就知道这个了。来，我先放在图说文字啊，看起来效果也不错啊。刚刚的样式好像没有这种的。来，再来，我们看第三个，第三个叫做图例，图形的范例，一样的结果。我老师，什么是图例？你过来看就知道了。来，现在的图例在第几个？最下面那个我就不放大喽，因为那是灰的。电脑都是常会用颜色给你过渡。来，我选没有，再选左边，选没有，选左边，你看到什么东西出现又消失了吗？你这样就知道什么叫做图例了。来，我引到右边，所以右边呢，什么颜色代表什么产品，就叫图形的范例，就叫图例。来，图例的地方要摆哪里？我不要摆右边，我摆上面，我摆左边，我摆下面，哦，这边让你选的，这个。来，请各位试一下，在原型图，请确定你是原型图，先试一下这几个。我刚跟你讲功能，
教你怎么去，你又碰到新工人怎么去解决它，去了解它。来，先试看看吧。